那就是我吗？我江江是我吗？绝对是这个人，永远只有他。是这位朋友，那就是我了。就是经常性的能在片场听到他的鬼吼鬼叫声。他，哎，好像都有唱过舞曲，好吧。啊，江江。顾荣是一位笑点极低的新女子。啊。也是一位话非常多的朋友，经常跟顾荣聊天，小菊聊天。如果我们俩百搭的话，基本就是会去他房车，中午一起吃饭的。抖音。